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 欢迎来到这集的学英语环游世界。我是你最最喜欢的主播 Lily。今天我又早起了，然后呢，让我的感觉特别好。然后因为我就是有跟大家讲说，一直都有坚持这个早起仪式，然后来帮助我就是维持一整天的好心情。我发现呢，当我一早上起来，可以去运动，可以去打坐，然后去写我的感恩日记，还有去阅读一些我想要阅读的身心灵成长的书籍。哦，今天呢，我又开始又看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但是呢，我这次是看了一本就是漫画版的这个英文版本，然后我就发现哦，真的特别有意思，感觉好像又把小时候的那个喜欢看漫画的那种感觉又找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在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发呆亭里面，然后看着这个一片绿色的河流。听着海浪声，然后被大自然包围。我在这边是虽然是一个就是有点破旧的艺术中心，可能也是天气的关系吧。就是这边的东西真的感觉好像很容易就旧了，然后又脏了，所以呢也需要很多的志工的这个帮助。但是呢，我真的觉得仔细去看看的话，还真的有一。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这边有这种热带丛林啊，然后有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用的是我的笔电的电脑，真的好美。然后在前面一点是海浪，然后还有一些冲浪的人会走过去，然后在这边面前的是一整个，就是有点像是热带雨林的这个感受。前面还有一个游泳池，对吧？所以感觉真的好 chill。我非常的满意今天的早上有一个这么好的开始。我早上特别还加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又把我就是之前喜欢听的这个西班牙语的播客又拿起来听，我就觉得特别好，又复习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自我打觉察，就是每一次呢，只要遇到有就是说西班牙语的志愿者，我都好兴奋哦，会想要跟他们说更多。但是也发现自己的西班牙语的能力还不够好，特别是昨天遇到一个也来自这个危地马拉，就是危地马拉这个瓜地马拉 Guatemala 的志愿者，然后就觉得好兴奋、好亲切啊！但是后来又突然又出现了两个西班牙的帅哥，当他们三个人的一起在讲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完全插不上话，就感觉有一点点小挫折。所以呢，这也是我就是察觉。那我想说，我可以为这个挫折感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可不可以10年后，我不需要再为这种挫折感再继续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每天要坚持要学一点西班牙语，希望呢这样子的心得也可以鼓励正在学这个英语的同学们。我现在英语程度是已经蛮好的，但是呢对于我很想要学的一个新语言，我还是有这样子的期许。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语言还是要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不停的精进自己。然后这边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格言。我们这个自我觉察的挑战做了好一阵子啦，已经要进入尾声咯。那今天的格言就是 Self-awareness is the soul of life. Self-awareness 就是自我觉察 is the soul of life 就是生命的灵魂。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这个 Self-awareness 真的好重要，特别是如果大家还就是不相信我的话，大家可以最近去找一下，就是那个当初写这个Law of Attraction 就是吸引力法则的作者，其实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最伟大的秘密》 The Greatest Secret。 这本书我也是在出发之前读了好几遍，甚至在这边的时候我又很努力的就是把文字版又把它读完，读到最后我真的好感动。其实那一本书呢，这个作者在写完秘密之后呢，他也陷入了一个迷惘跟低潮。既然他已经发现到这个世界的秘密，为什么他还发现就是自己也会低潮？就是他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快乐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就是一个觉察力，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自我觉察。那你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觉察跟你的思想是分开的话，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忧虑，不会有担心，不会有焦虑，不会有不自由的感觉了。所以呢，
为什么这么多的名人在讲这个 self awareness 很重要。我希望大家也可以重视它，因为虽然是学英语，但是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用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讲到这边，我真的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本书呢，我觉得大家需要去看一下。那这个中文名字叫《最伟大的秘密》，英文名字叫《The Greatest Secret》，来自这个Rhonda Byrne 她的这个。新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之前写这个秘密，这个的还有纪录片的作者。好的，那我这边呢，就是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29天自我觉察挑战。How much do I prioritize spending time and energy on myself and on my passions？好的，今天呢，就是大家都要去看一下自己今一整天呢。到底你是花多少时间把你的热情就是放在第一位？How much do I prioritize？Prioritize 就是 priority 的动词，那 prioritize 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How much do I prioritize spending time？Spending time 就是花时间，and energy 就是指能量，on myself 就是在我身上。And on my passions，还有就是在我的热情上面，How much do I prioritize spending time and energy on my energy on myself and on my passions？这边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事实上呢，我真的是过了，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热情跟梦想是最重要。当然，你可以不用同意我，但是呢，我的确在这个部分，我找到了自己，还有找到了快乐。也找到了金钱，也找到了朋友，所以呢，这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my biggest passions are traveling，就是说我最大的热情就是去旅行，meeting new friends, learning languages, and personal growth in mind。OK，当然不止旅行啦，后面就接着讲，我就先把整个念一次好了。My biggest passions are traveling, meeting new friends。Learning languages and personal growth in mind, body, and spirit. I also love sharing my experiences, so I almost always produce a podcast episode or upload videos to my Meipai channel every day. Currently, I'm doing volunteer work in Bali, where I continue my early morning routine. I exercise, meditate, write in my gratitude journal, and read. To nourish my mind, body, and spirits. Afterward, I work on my podcast and language studies. When I don't have to work, I actively meet new friends around me and talk about their stories. Therefore, I can say that I'm living a very passionate and fulfilling life. 好的，我这边就讲到我的最大的热情，当然就有好几个。第一个呢，有就是旅行。Meeting new friends 就是认识新朋友，还有就是学习语言，and personal growth 就是自我成长，特别是在身心灵方面的，就是 mind、body and spirits。当然，这个 spirits 也会有人分，就是用 soul 这个字来说，soul。刚才也有没有讲到这个格言，就是 self awareness is the soul of life，就是生命的灵魂。魂当然 soul 也可以讲说 the spirit of life。它也可以当灵魂说，好，好。So I almost always produce a podcast episode。对于我的热情呢，其实我有一个就是我正在做，而且很持续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就是制作一个播客节目 podcast episode or upload videos to my 美拍 channel。我会制作这个播客节目，因为播客节目本来一直都是声音的模式，现在我就是会把我的影像式的话，也就是分享出来。如果那一天状况还好，没有流鼻水，或者是脸没有太浮肿的话，But anyways，这个渐渐的我已经会把它放下了，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有一个美拍的频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但是这个美拍其实就是。我没有公布出来，但是呢，在我的公众账号上 English Fit 上面，你可以找到连接。就是在这个美拍上面，我已经有1400个
视频，就是我环游世界，就是每个地方随便乱乱拍的这个视频，也没有就是编辑，也没有剪辑，就想说以后可能有时间吧，现在就是想要去体验，想要去经验，就没有花很多时间编辑。这个美拍呢，我非常喜欢，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好，它就是会让你拍到5分钟之后，把你所有的片段都集合，然后你就可以上传就好。所以还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就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是很多变了，都不太一样。对，Currently I'm doing volunteer work in Bali。现在呢，我正在就是做这个志工。Where I continue my early morning routine，我就开始呢持续的我的早起仪式。I exercise, meditate, write in my gratitude journal。我就是运动啊，也打坐，然后也就是写在我的感恩日记里面，每天都会写一篇感恩日记。And read to nourish my mind, body and spirit。就是说我发现这些行动呢，就是会很丰富我的身心灵。Afterward, I work on my podcast and language studies。然后呢，之后我就会就是会做一集播客，当然就是整理资料什么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嘛。它也是我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学语言。When I don't have work，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I actively meet new friends，我就会去认识我的新朋友。那现在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新朋友的社群。那大家都是在环游世界，在做义工的这种方式，我真的觉得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真的会让你身心愉快好多。然后 I talk about their stories，我也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多问他们一些问题。Therefore，然而呢，就因为因此，I can say that I'm living a very passionate and fulfilling life。因此呢，我可以说我现在生活是过得非常丰富，还有热情。当然，就是我也有过的，就是不是很丰富、不是很有热情的这个时候。然而，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挑战嘛，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它不是外在，它一定是你把你的这个内心养好之后，你很自然的去吸引这些东西。那今年呢，就是我花了6个月在台湾，就是去感受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情境，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真的有一点不太开心，就是缺少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元素。但从就是一二三四，1月、3月，然后到了4月慢慢好起来，然后5、6，又就是整个身心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发现天哪，难道现在这一切都是我因为透过那个挑战吸引过来的吧？可能哦，我也不很完全的很斩钉截铁。我只能说，我真的好幸运哦。今天早上还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可以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可以做志工，又离海边那么近，又都是这种疗愈的能量，又是都是很正面积极的年轻人，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幸运。好的，然而呢，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子做呢？去活出你最大的热情。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呢。我现在是真的蛮了解我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我就是早早起床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一般的人，一般的上班族其实还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啊。比如说，你就把早上的5点到8点，就是把它变成是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晚上你没有那么早起的话，也可以就是晚上，比如说吃完饭8点到11点这一段时间，也可以变成完全是自己的时间，就做自己爱做的事。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单身的话，那就太好了，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分配。我觉得现在选择单身的人越来越多。那如果是你跟你的小朋友在一起的话，你们也可以做一些你们都很喜欢做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觉得生活就是很有意义、很丰富吗？所以呢，这边呢，如果大家还没有一个灵感的话，可以就是。来参考一下以下这几个方式，比如说，Number one，set clear goals，设立明确的目标；define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in your areas of passion，and create a plan to reach those goals，就是定义一下你想要在这些热情领域达成的目标，然后制定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我特别觉得制定计划，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你只要养成可以帮助你
就是可以，你觉得可以帮助你达成这些目的的习惯，这个才是最重要，但是可能也是最难的，因为现在人好像很容易分心嘛，不太容易建立一个习惯。像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自己建立的一个早起的习惯，就让我摆脱了非常多的坏习惯。好的，所以呢，set clear goals 对于我来说，我的就是我的很明确的目标，其实就是快乐。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带给我快乐，或者是喜悦，或者是满足感？其实不叫不会是像是金钱上面的数字，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是要做成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享受过程还是比这个目标还是重要，因为很容易说，很多时候我们目标是很有可能不会达成，但是在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喜悦跟快乐还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也可以是你的目标哟。好的，第二个就是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allocate specific times in your daily or weekly schedule and dedicate it to your passions and personal growth。这边呢，就是你可以在每一天，就像我说的，不管是早上的5点到8点，或者是晚上的8点到11点，去。或者是一周，你就是星期六日，就是完全的分配你的热情和个人成长，就是完全的投入，dedicate to your passions and personal growth，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从你的自我成长啊，还有你的就是热情啊，都尽可能有意识的去多花一点时间在上面。好的，再来就是 self discipline，你还是要有一点自律哦，develop routines and habits that support your passions and stick to them even when it's challenging 就说你还是要去培养那个自律哦，就是说这个日常的这个习惯啊，必须要能够支持你的热情，然后呢，就是即使遇到挑战，也要坚持下去。好的，balance ensure you hav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rest and activities that bring you joy and fulfillment。好的，就是呢，确保你在工作的时候休息和带来你这个快乐跟满足之间，还是要保持平衡呢、啊？因为如果说，像我可能会碰到这种状况，就是我可能玩乐的时间比较多，赚钱的活动我可能没有做的太多，但是我可能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我不愿意，有可能是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失衡？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课题。然而，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一样，开始有意识的做一些调整。你在工作呢、休息呢、跟快乐满足的活动要保持一些平衡，也不能总是在玩然后不休息，身体也会出状况的，会抗议的哦。好的，就是接下来是 seek inspiration，就是寻找灵感。希望我这一集节目也可以带给你灵感。就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eople, books, and environments that inspire and motivate you to pursue your passions。就是说呢，如果你可以在你自己呢，处在这个就是比较能够启发跟激励你的环境中，比如说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啊，或者是说你去书局看看有没有一些人已经在做你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把自己放进那个环境里啊，我真的也是早上就是跟我的这个室友一起聊天，我也发现他也很启发我，他也跟我讲一些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就是在这种启发的能量下，我可以去就是把我的能量也透过我的声音传递给你们。好的，接下来就是 continuous learning，持续学习。还是一样，很多人就是长大之后就停止学习，这是不对的。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Keep learning and improving in the areas you're passionate about to stay engaged and enthusiastic。在你的热爱的领域，不断的学习和进步，保持积极和热情。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很有热情，但是太有热情也不行，只觉得有一点肚子饿了。烧一烧就没有电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更重要的，就是 self care。self care 就自我照顾嘛。Take care of y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ensure you have the energy and well-being to pursue your passions。
这个呢，大家不是都一直常常在讲嘛，没有了身体，没有了健康，其实就啥都不要说了，对吧？所以呢，也是一样，我做的那一些活动、运动啊、读书、打坐，这些都是为了我的自我照顾，先照顾好我的身心灵，我才有办法更好的去进行这一整天这么充满多、这么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还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对吧？好的，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29天了。其实这30天的问题呢，我都把它做好成一个日记本，让你可以下载，可以就是印出来，然后做你自己的自我觉察。那我也制作了这30天的播客来陪伴你们。那你可以透过我的官方账号，就是 Line at Fly with Lily，或者是微信的官方账号，目前是 English Fit。回复觉察的英文，觉察的英文是 awareness，awareness。你听我讲了那么多集，awareness 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awareness，你就可以下载到这一个月的问题。当然，这是我过去已经从去年的11月吧就开始做了这个感恩日记挑战。至少有6个挑战，你可以下载得到。你可以到我的 flywithlily.com 斜线30下载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挑战。好的，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I'll see you soon.